五大直男癌言行举止症状排行榜，这都是无名汉。哎，他给我很多课题耶，他也给我很累，我还不是都做？对啊，又要打架，对啊，他还嫌我累，直接在这边呛他这样。但里面只有一打四啊，一打四还五，对，一半啊，好了，就努力啊。谁说冥婚会忘？他妈遇到你差最小哎！很混的奥义，我觉得有个直男第一名就是说，林北就是叉叉叉，那直接帮我消音啊。林北就是十九公分不完头，五大直男癌言行举止症状排行榜，这都是无名汉。对 ，OK， 要排最大妹的第一名，好，可以排名了。好，来。来公布答案，来。OK， 看黄江有霸气，自夸十九公分不含头，不觉得自己有错，爱恼羞成怒。遇到鬼故事，先记住满口脏话，慎终只会觉得我太帅，全场都会爱上我。开车一手大副驾座。所以那场十九公分最难。因为 OK， 十九公分那一场其实我跟博宏都是自己一个人演。对，就是那个时候移的，我们只有跟一个推车，还有一个点。对戏这样子，所以就是从爆出来，我们就跟一个点一直演，一直演，一直演，然后大概他啊博文可能在旁边对词，然后我们就听到他的词，然后再看，然后再继续演这样子。所以是，但是其实看到脸会比较好玩，比较好演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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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突然讲到难度的问题啊，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有蛮多是像类似这样，就是很多。要跟空气演戏的部分，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，有一种在漫威宇宙的感觉。对对，一堆绿幕啊，干嘛什么的。你觉得你平常会，比如说对着空气讲话吗？年纪大了之后，越来越多这种状况发生。你在哪里？可能自己在家 check 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可能会自己跟自己对话。我现在要起床穿袜子，然后下一个要干嘛，我就会先讲。会到这样吗？我可能还没有到这样。喂，好，没有，就是可能会跟自己讲说，这个事要干嘛，怎样，就是不自觉的自己念出来了。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，你是会啊，稍微啊，男生心中都会有一个可能，就是钢铁臭直男的部分嘛。女生也有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不管谁，可能都会有，可能脑海中大概会有一个想象的雏形。网络上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reference。直男行为研究社哦，这是一个 IG 吗？对，然后好像有印象有看过，是朋友传给我的，给你做功课用。对，一开始其实导演我们有讨论到很像，就是有点像 Green Book 那样，就是维果的那个角色，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感觉了。其实应该说他们要的那个对立感是那样子，对。演完跟研究这个角色之后，要彻底了解直男魂的奥义吗？很混的奥义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啊，我觉得有一点就是，的确，拍完这部电影，跟随着这两个角色一些起承转合，就了解到有时候直男的确是蛮不贴心，或者是在思考上蛮直接，没有想过后果，或是没有经过思考就讲出一些话，其实是有时候是会很伤人的，可能会有这样的过程啊。要演一个浑身直男臭，可是还要不讨人厌，这件事情很难。那你？演的时候，钢铁臭直男的拿捏会觉得哪个程度上会比较 OK 吗？比较没有想到说拿捏的部分，可能是有时候会看到剧情会觉得哇，这样真的是有点过分，或是有点讨厌，但是又会觉得说好像可能就是要这么讨厌你才会，因为剧中就是他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接连遇到很衰的事情。我觉得如果你前面不够讨厌的话。可能，所以就不成立。有一些对比或者什么的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看到，可能这个版本也不见得是最讨厌的版本，对啊，可能还有更讨厌的版本，可能这就取决于导演嘛，就是导演让他自己抓一个 balance。那你的 range 是都演给他的啦？是有试过蛮多种给他的，对吧？就是尽量啦，尽量能做的就做这样。有没有演到哪一场让你哇，就是身为许光汉也过不去的直男丑？过不去哦。不会，其实有时候讲都蛮爽快的。
有发现的感觉，跟李安拍色戒一样。没错没错，其实有时候讲起来是蛮爽快的，就是除了一些针对性的啦，就是比方说一开始他不谅解这个族群，就是有一些用词，可能你们这种人，这种我会比较觉得，可能讲完就会觉得，哇，这家伙真的是不得了啊，真的是蛮混蛋的，就会心里有一种这样的 OS 啊。这方面有时候会比较矛盾一点，其他我觉得都还行。身为许光汉在演那些戏的时候，就一直想要翻白眼的，很臭屁的时候吧。其实我是。虽然翻，但是觉得啊，好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对啊，就是 OK 啦，给你帅这样子。这是一体两面嘛，有时候要这么钢铁直男才可以这么帅。对对对对，虽然就是可能尬到一个极致之后，就会变成一个很帅的表现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是这个状态就体现在吴明翰身上。就是我觉得裸戏或什么的，因为那都在状态内，所以就是会当下你也不会想很多，你就是直接好好的把它诠释出来就好了。那你在演《我跟鬼》的时候，那阵子私生活自觉自己变成吴明翰，或者是反正就是不是许光汉会有的一些东西跑出来，走路比较豪迈啊，讲话比较大声。哦，会稍微有一点点呈现一个比较高频率的状态，就是嗨，就是有一点点啦。可能你到现场有时候要让自己开一些能量，就是可能开到200啊，或者是。就是那个体力或者什么的，就会让自己持续在那个状态里面，而且有时候要吼叫、要打什么的，我觉得是会维持一个比较稍微亢奋的状态。嗯，对，就整个2个月都这样。因为其实基本上每天都有我的戏，基本上都是大概会维持那样的状态到。对。嗯，那你有觉得吴明翰做过哪些暖举是不错？就是原来钢铁直男可以这么暖的。其实我觉得吴明翰比较直接的地方也是我喜欢的地方、啊、那你有吴明翰的钢铁直男帅气排行榜？帅气排行榜的，我是觉得拉内裤 啊。我是拉内裤其实也蛮可爱，我觉得蛮可爱。比方说他看到毛毛被辜负，就帮毛毛出气那段，其实还蛮算是蛮帅气的。当然还有打架的部分啊。哦，好像那个费劲到底了。哦，对，中间有拆一小块，但是。是分两大怕的动作了，我觉得他一个人可以打这么多人也是蛮厉害的，场地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赶拍，然后有一些时间上的限制啊，看得还蛮过瘾的。但其实我觉得可以做到更好，好，因为没时间。我觉得可以做到更好。对，因为导演好像想要希望你变台湾甄子丹，对，台湾甄子丹，哦，甄子丹，我可能没办法，那个甄子丹太强了。啊，一打十，但里面只有一打四啊，一打四还五，对，一半啊，只有一半而已。一半。导演说你做得起，但是你说我才不要来那么累。哎、欸，他给我很多课题耶、哦，他也给我很累，我还不是都做？对啊。又要打架。对啊，他还嫌我累，直接在那边呛他这样。没有啊，就是如果有任务在身，就一定会把它做好了，就尽量把它做好了。就是任务导向嘛。对啊。好了，如果要甄子丹，就努力啊。